才点赞要哪一个？朋友们好，嘿，吉尼达吉尼奥，今天呢，大家拿卷纸铺皮子来一起玩闹，那么现在就开始吧，蹦！我的肚子，哎呦，好痛！哎呦，好像要拉超超了，不行了，快去洗手间吧！哎呦，哎呦，嗯，哼哼哼哼，什么？在洗手间门口有些臭臭呀？你们干嘛在这里？啊，是细菌小子，你好，细菌小子，要不跟我们玩吧？什么？跟你们玩？因为我是细菌小子，所以问我一起玩，我其实还算很干净的。不行了，我要把你们关在卷纸里呀！啊，救救我，救命啊！哎，要去别的地方拉臭臭。吉尼啊，是臭臭朋友，臭臭朋友，你为什么哭啦？哎，我刚刚为了见朋友们去了洗手间，一到发现就细菌小子把我的所有朋友们关在卷纸里了。什么？细菌小子把你的朋友们都关在卷纸里？不行了，吉尼要变身为臭臭，把你的朋友们都救出来吧！变身。好的，走吧。哇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哦，什么呀？细菌小子把朋友们在卷纸里绷得这么紧紧的，嘿，真是紧紧的绷着呢。不行了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吉尼救出臭臭朋友们看看吧。稍等哦。哇，这里面有这么多朋友们关着呢。那么把卷纸掀开之后拿出来的话，真第一个朋友，还有第二个朋友，接着第二个，真哇，一个救出不同的朋友们，然后第三个卷纸，哇，臭臭的头上还长了七角，天哪！接着第四个卷纸，从卷纸里出来个小卷纸，现在最后。卷纸最好呢，爸爸！哇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我多么担心你们吗？吉尼，在细菌小子过来之前，快逃走吧！好的，吉尼用这个马桶，爸爸帮助你们逃跑。加那么按顺序，呀，蹦！朋友，蹦！第三个朋友，飞吧！是个很重的臭臭。接着拉，这个是有健康生活的，多吃蔬菜才能拉的金黄臭臭。好的，金黄臭臭，我帮你逃跑。蹦！果然是金黄臭臭，飞的真棒。接着，蹦！独角兽，你是可以自己飞的，但吉尼还是帮你逃。接着，你是谁呀？什么呀？臭虫当中也有海盗？那么我帮你飞到大海吧。蹦！加一个卷纸，你可以在水里融化的，还是留在这里？接着。你是非常奇怪的臭臭朋友，真的吗？我也帮你帮，果然非常奇怪，怎么不飞？加金的哦，对不起，帮！呜呼！加，现在我们也逃走，呀！这个洗手间是看上去很干净的，那么就在这儿了吧。哈！
敢把我们关在卷结里，我给你颜色瞧瞧。逃走吧！细菌小子，停下来，给你粘，瞧瞧卷结的颜色。哎呀！这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以后不再这样了，别这样对我。所以嘛，细菌小子，你不能把臭臭朋友们关在卷结里，以后绝对不能这样。我不会的，真不会的。好吧，那么这一次还是原谅你吧。好吧，好了。哼哼，对了，拉臭臭。